时间2022年11月19日，地点长不乏，来看看我们的大王花金龟宝宝成长得如何吧。你的大王花金龟到底什么时候要做停蛋呢？请敬请期待。对，肥肥嫩嫩的大王花金龟刚洗完澡哦，香喷喷。因为他们的土实在太多大便了，所以我们打算帮他换一下土。32克，空降。它盖在这边，这样感觉好那个、哦，好明显、哦。这样感觉真的很像人家做那个马吉耶。对啊，好可爱哦，超可爱。第二只是、看不到，23.9克，23.9克啊，放进马吉里面。第三只是27.7克，27.7克。这只很凶，这只很凶。刚刚做仰卧起坐咬，想要咬你，对不对？挖土蛋初体验。我们今天来体验怎么挖土蛋，很特别的体验。对、啊，你们两个紧张吗？很怕什么？很怕一手抖啊！是啊，抱了就抱了。哥哥，抱了半年而已。哥哥，挖这个不用怕，他如果要确定是勇就不用怕。不一定，我们看人家叫慢慢剥，你不可以直接一次挖哦。如果他在这边的话，那不就是？没有，他现在已经是一颗，应该是他已经做成勇士了。因为你看，我们是在10月19号都丢了，他都没有再看到了，都没有看到他。大王花，大王花，我们自己叫不要吵。10月19号，因为你看，一个月而已，他就会做成土蛋了。他们很快，因为做好了。因为我们一开始都是用会有分层嘛，上面是一般的土，上面是这个兜土，然后下面是泥土，啊，它会把它拌合，就是它基本上做好了。对，你可以摸看，它是有鼓起来，对不对？你们摸看，有没有鼓起来？有吗？有鼓起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在弄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有压，代表它一定是它推的。OK。对啊，先把上面跟你们挖勇士一样，对。但是这个。没有扒开，它还没有。那等到三个月后再给你们录扒开。变吧，真的已经长大成人才可以，它现在还是小宝宝。你看像这些都是它已经调和过了泥土跟一般的。哦，对耶，现在是哥哥做，等一下，等一下换你们做。两盒。耶！你们弄的时候不要直接这样，你不可以直接这样吐下去哦。我们要这样慢慢刮，就是用刮，是用刮的。妹妹，就像你的化石一样，是不是要这样子刮？你化石就是要这样刮。两大口骨取消，你可以先练习，这样练习。对。哎、欸，你看，哇，这边是不是感觉、哦、对不一样了？摸起来是不是看？你看，是不是看起来就怪怪的？对，就到了，比较松。我们在挖的时候，你感觉到硬的地方，你就要注意。看，知道吗？就好像那个古生物那个地层。对，没错，就是硬的地方。這個、按照这个圆形慢慢剥，慢慢剥。哇，对，这个圆形就出来，土蛋就在这边。所以我们要把它弄成一个圆形，对，慢慢剥取出来，对，慢慢取出来。然后等到你够的时候，你手就直接下去拉上来。如果说我在这边看得到它，这种的土蛋就不能挖。OK， 它没有那个，就是它没有成一颗圆球的，就不能把它弄掉了。对。所以大王花如果没有在自己勇士里面，就会死掉。它基本上土蛋蛹，它只要一破，它就死定，7-8成死定啊，还是有机会会羽化了。看，然后这时候扭一下，起来了，真的耶，然后慢慢把它剥，慢慢剥这样子，剥成圆圆的这样子。没关系，这个你可以用手。对，就是你不要急，这个都不要急。慢慢来就好，好，线在这边，线哇，真的哎，就是上下就对了，好神奇哦，好神奇哦，你可以转看，这样转，不要太，不要转，不要太用力，慢慢的，你会感觉到东西在晃，还是没有？有的话，那可能它现在潜泳，那如果说你轻轻一摇，你的晃动感很大，那是不是坏？好，转转，妹妹你拿好，你小心，转转这样转，好，有感觉到东西在晃吗？有，那就是它现在是潜泳。那你们现在要开始了吗？对，要很细心，很小心，好不好？对，小小的生命就在你们的手里了。妹妹，你不是这样子的，你要拿狠的，对，这样轻轻的刮一刮，对，刮松之后你再把那个土挖掉。好，帮你挖出的第一颗土蛋，摇一下，可以吗？摇一下。就好像拔东西拔起来，这样扭一下，你拔不起来，扭，对，土鸡，对，我起来了，哇，对，
啊，其实它是很硬的，不用担心它那个。好，你不要这样摇它好不好？它会在里面化油。对呀、啊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这样可以再像刚刚那样再扭一次，你就会知道，你就会发现它是不是不一样？哎、欸，晃的对不对？应该化油了、哦，因为这个是比较久的。OK， 所以 Tony 感觉怎么样？好棒，好酷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有期待你那三只吗？有，终于有点期待了。可以吧？我找到了，不会把它挖掉。不可以捏哦，你要直接放在……对对对，你的手够，不可以捏、哦。对对对，我捏放。哇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呀、啊？对，把它弄成把它弄成蛋的形状。哎、欸，这不是那个饭吗？饭什么饭？什么饭？饭不是有个地方玩玩的？米粒，米粒呀、啊！那我看，你看，它就现在这边。线 ，OK， 耶、yeah, ！哦，真的 ，Tony 的已经成型了，那一条线在这边。妹妹的也是哎、欸，太棒了！你们的挖土蛋初体验，很开心。对对对，之后等我们家的三只。耶、啊！ Yeah.咸鸭蛋，很像咸鸭蛋，真的好。他妹妹的还没好，还没写在这边。妹妹，这是他的是几号的？应该是九月十一吧。恐龙蛋很像哦，很像在孵恐龙蛋，孵小鸡。然后这边，这边土罐的日期，然后这边是有什么都挖出来的。哇，这样子好好。这就以前应该已经羽化了吧？因为还没有，现在这个九月的，这样子很壮观呢。最快要到一月，很壮观。十二月到一月。期待挖出我们家三只大王花金龟的土蛋，大家也想体验看看亲自挖土蛋的乐趣吗？宠不乏即将在12月推出土蛋挖掘体验，详细内容在宠不乏的粉丝专页上，有兴趣的宠友千万不要错过哦！记得订阅小乔频道，才不会错过大王花金龟的成长过程哦！